来关心的就是这挪威发生这恐怖事件，和这全世界拢真着惊。因为正多好，这世界东军的大龙牙过几天啊，有哪要伫这水电的举行，就挂这团队有哪有这访问的活动，会伫这挪威这奥斯陆，安内代表团的行程无受到这届的这影响。今仔伫这总统府有哪个举行了这授旗的典礼。今年世界童子军大陆营28号伫水电举行，台湾童子军总会派出156人，理事长赵秀波带队。大陆营活动之后，佮其他的团队访问活动，地点是拄啊发生了恐怖攻击的挪威奥斯陆。不过，童军总会决定，所有行程无受影响，照常出发。出发之前，总统马英九亲身举行授旗仪式。马上就要出发到瑞典去参加这个今年度的四年一度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大陆营。而且估计的话有40000多人参加。总统祝福因大家当顺利，同款无受到恐怖攻击事件影响的，各台湾的少年钢琴家林奕迅。第十一届挪威奥斯陆格里格国际钢琴大赛金牌得主林奕迅，目前人伫挪威。伫奥斯陆发生了恐怖攻击之后，23号、24号首场独奏会巡回演出依然正常举行。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了啊，就这个机会。原本主办单位要取消音乐会，表示遇到有人家的哀悼，不过认为音乐会当安慰人心，所以决定如期举行。记者综合报道。